我觉得的话，像这个位置，要把灯顺开的。哇，这样很棒啊！这个板子还要这里，还要把下来一点啊。一个是改进的话，就是一个是这个大灯是我们比较一个有特色亮点的，因为原先的话它是这样的大灯。我们就是改了一个是宝马天使眼的一个大灯。关你要后面关这个。机器的关呀，自动开的。这是什么？接近报废的桑塔纳，然后发动机也是用的原桑塔纳的这个发动机，所以说，真正的性能的话，就是可能不是太理想，但我们也是尽量的使它那个恢复了动力，然后也是能让它正常的行驶。我看不到，他突然到的，好快点。